伫民国69年所内设置的咸水点心城，经过30-40年，已经是破破烂烂，迫切需要来改建。而这个所在嘛是市长赖清德伫第一届参选的时阵，讲认为需要完成的工课。第一遍吼，我参选市长的时阵，来到咱咸水吼，咱都区长、里长吼，议员的欢迎，认为讲吼点心城应该爱改建吼，嘛爱找较好的建筑师吼。来起一个吼，这个看美轮美奂，而且佫参地方文化特色结合做伙一个点心城，这对咸水的发展真重要。所以咱用3年外时间吼，即摆已经今仔日佫动土吼，我嘛真欢喜讲吼，这个大家地方的希望啦，咱会当来甲完成。经过了3年外努力，咸水城11月4日动土。地方的建房将要完成，这也会让咸水伫个澎仔炮、月顶港、顶节、八角楼等古迹文化景点之外，会当阁吸引更加侪游客。也因此，赖市长就认为，点心城除了讲是卖点心之外，应该爱阁具有着观光的功能。这个点心城吼，完成了后，我嘛真希望讲，伫个进驻这个点心城，咱遮个头家吼，嘛会当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接客环境吼。其实像这样的点心城，应该爱搁加观光两个字啦，因为伊唔是干那要提供有人伫个遐做生意吼，会当来解决伊生活的问题。咱嘛唔是要提供单纯提供予咱的咸水镇的，也从咱咸水区的乡亲市民伫个遮有一个较方便的所在，通去食物件。其实我们也要来服务观光客。为了希望能够营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消费的空间，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年呢编内的3500万来做改建，那改建完了以后呢，可以容纳29个摊位。我们希望改建完了以后，盐水的相关的这个著名的这些点心能够到我们市场来营业。三产图。